刚才在一号嘞，现在调到这个这号嘞，那大就不一样，啊。什么意思？困哪里？那困的劲儿大就小，你看再给你困的松点啊。肚子也小，它也松是吧？对，你看这个就松，是吧？啊。再让困个紧的。嗯。在这困，啊，调到这号，调到这四号，就紧了。嗯。你看这个。明白了。行，还可以加压，加这加压，这儿打开。那每打一次都按一次吗？对。打一包，就是、摁一下。行。一般在三到四之间，一般就是。一般在三到四之间。一般三到四。嗯。那箱子越大越快。哦。咱要没有实际。前期的话。就是往这上面。靠着上面。靠着上面，直接往这上面打。所以你横着打、竖着打都可以的是吗？你刚才这个是这样打的。对。不行的。像你这儿的吧。打一包，它就横着。它就是感应哪里有东西往哪打吗？摁一下。那是脚踏的。对，脚踏的。行。然后用多大的这个带？五毫米的。必须得五毫米的哈。对的，宽度是五毫米。好，我在楼下点气儿。点气儿在那边是吧？点气儿，这是里边的，我拧开。得这样拧开。哎，没事，不用。我看啊，哎，不是应该有个门吗？看见这边布袋跟那个帽，哪里看不见？这么长时间。在后面，点气在后面。行吧，这样吧。咱这个蒸汽，蒸汽都24伏。进是220电，进220电以后啊，这个大部分电器都是24伏，这符合这个 CE 标准。隔日去这。对面皮上大的话，还是没劲儿，就是一往一点的那样做，就说清没劲儿，没用。你让它顶过去就是没用。是，它没劲儿是顶过去。但是机甲缝，起码有点些的。但是没有这个，他们也慢，能打一点。或者单元的是加工中心那儿的货。加工中心改完了，看那边。